601，明天真要检查工作吗？내일정말우리의업무상황을검사하나요？602，当然，这次可不是走过场，大家都做好准备。물론이죠이번에는대충대충하지않을테니모두준비잘하세요603我得马上回去하세요나는바로돌아가야한다604我得小心点儿나는조심해야한다605你得去一趟学校너는학교에한번다녀와야한다606我们得抓紧时间复习了우리들은서둘러복습해야한다607时间太晚了我得回家了시간이너무늦었으니나는집에가야한다608学外语总得学语法외국어를배우려면어쨌든어법문법을배워야한다609要取得好成绩就得努力学习좋은성적을얻으려면열심히공부해야한다601发展经济得依靠科学技术경제를발전시키려면과학기술에의존해야한다611这部电影中的男女主角都是影坛新秀이영화의남녀주인공은모두영화계신인이에요612昨天小李的生日派对非常热闹어제그녀의생일파티는정말떠들썩했었어613没想到他有那么多朋友그에게그렇게많은친구들이있는지생각지도못했어614这种款式的手机是三星公司今年的主打产品一上市就非常受消费者欢迎이스타일의휴대폰은삼성전자의올해주력제품이에요출시되자마자소비자로부터엄청난사랑을받았어요615小李今天怎么这么努力그가오늘은어쩌면이렇게열심히하지616他这是在作秀你没看到老板在旁边吗그사람쇼하는거예요사장님이옆에계신거안보여요617你们应该好好学习너희들은마땅히열심히공부해야한다618你应该吃这种药너는마땅히이약을먹어야한다619你应该听他的话너는마땅히그의말을들어야한다602你应该告诉他这件事
너는 마땅히 그에게 이 일을 알려줘야 한다.